嗨，大家好呀，我是桃子，欢迎来到我的频道。自从10月18日模拟人生4本体免费领取后，相信有不少新玩家入坑吧。但是进入到游戏之后，发现好多事情不能轻易解决，好多人物需求也不能得到满足，好多工作升职太慢，要求太多，怎么玩个游戏还这么累呢？哎，那么这个时候你就需要这两个模组来帮你解决啦。第一个就是 MC 控制中心，这个功能模组帮你一秒变成真正的幕后操控者，它的功能非常的强大，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比如随意更改人物的关系，你想和谁结婚就和谁结婚，想让谁当你的儿子，你就是谁的爸爸妈妈，想让谁怀上你的孩子就让谁怀上，甚至都不用你亲自上阵，哎，他一键就帮你解决掉了。你有仇人吗？用 MC 控制中心吧，想怎么使就怎么使。下面请欣赏这位 NPC 的表演。你还可以用它让一个人类变成其他的种族，什么吸血鬼呀、人鱼、外星人、狼人、魔法师，想变什么就变什么，比巴布拉拉小魔仙还好用，嘿嘿嘿。如果你觉得自己升职慢，要求多，还可以用它来帮你解决，直接一路绿灯升到满级，甚至都不需要技能要求。当然，你也可以用它把你的技能升到满级，又或者忘了刚刚学会的所有技能。社区里的小青年不愿意结婚吗？用 MC 控制中心吧。小青年结了婚不愿意怀孕吗？用 MC 控制中心吧。老年人到老了没什么事可干，想结婚吗？用 MC 控制中心吧。设置好结婚率和检测日期等等，社区中的人就会自主结婚生子啦，你再也不用怕你的城市变成空城啦。总之 MC 控制中心应该说是绝大多数模拟人生玩家人手一个的必备功能性模组啦。第二个必备功能模组就是 UI 作弊，它的功能和 MC 控制中心类似。我是小憨憨，说不明白解释不清，我就用实操演示给大家吧。看在本 UP 脑残志见的份上，点个小赞，点个关注，一键三连吧，感谢好人，嘿嘿。当你上了一天班回到家，一身疲惫，又困又累，又饿又脏，又憋尿又没意思，那可怎么办呢？你总不能边上厕所边吃饭边睡觉边洗澡边玩手机吧。这时候我们就拿出自己的黄金食指，轻轻一点，哎，浑身轻松，一口气上五楼都不费劲了，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学习了。这时候你恰巧看到了你家帅气多金的邻居小哥哥，但奈何他对你毫无感觉。哎，这时候我们还是拿出自己的黄金中指，当然不是冲他竖起来啊，而是轻轻一点，斜个一摆，你们之间突然就变成爱侣了，你就可以和他没羞没臊的生活啦。当然啦，如果你是追求真实体验的玩家，那么你就当我今天的推荐是无中生有、暗度陈仓、凭空想象、凭空捏造。两个模组的下载链接我会放到视频简介中，安装方式是放在你的模组夹中，记得功能性模组一定要放在模组夹的第一层，放太深会失效。还有啊，记得在游戏选项里开启允许脚本模组，否则也会不起作用。好的，那么本期视频就先到这里喽。我是桃子，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欢迎点赞哟。我们下期再见，拜拜。